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旧城听老歌活动改采直播方式来进行，邀请知名民歌手陈鸿明以及涂佩诚演唱经典好歌，内容一样精彩可期。5月30号晚上7点开始，大家赶快要锁定我们的直播的这个频道，来看我们的2020年的旧城听老歌，全新的感觉，全新的风貌。当天晚上有我小乌鸦陈鸿明以外，还有涂佩诚，我们两个会带来一些各位耳熟能详的歌，当然也会有一些没听过的新歌，我们这次用一个不同的方式来展现。陈老师哈啊的整个的一个演唱的过程当中哦，让我们有非常的喜悦，又能够怀旧啊过去的老歌哈啊，所以说今年呢比较不一样啊，就是用啊这个网络直播哈啊，让我们享受到不一样的老歌，来听取我们心理上的一个喜悦跟快乐哈。宜安市长江中渊表示，目前疫情虽然逐渐和缓，但防疫工作仍不能松懈，因此特别将深受民众喜欢的旧城听老歌活动改采在联合有线临时频道以及他的脸书来直播，希望借由音乐所传达的正能量，纾解大家在疫情期间的紧绷心情。今年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我们跟联合有线公司来合作，在当天5月30号晚上7点第四频道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哈啊，这也是难得的一个情境，在家里欣赏一个美妙的音乐，这个是我们第一次的尝试哈啊。除了直播之外后面还有相关的转播作业，但是第一个这个时间点临场感来欣赏这个 live 哈，这个应该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啦。为了鼓励乡亲到市长脸书按赞以及分享直播并留言，市公所也准备150份幸运小礼物，要给参与活动的乡亲来抽奖。网路听好歌，分享送好礼，赞！宜兰新闻记者赖福新采访报道。